方安乐目睭毋是要动手术，你就是搞破坏，予伊手术无法度成功，伊就无办法阁插手去管遐土地的代志啊。咱就趁这个机会，甲土地摕落来。阮找我什么代志？我什么都无时间应付你。刚刚张家玲昏迷不醒，你嘛不要无紧，伊心脏无好。阿辉，家玲你人咧？我伫咧另外一卡小号内底。这后边一定有声音呢，刚刚有声音问题啊？林东的房子在景下太祖牙公哦，也当然不会听这个呀。今仔这场相亲哦，是不是我爸这样安排啊？是。不是，恁两个郎才女貌，那是无做伙吼，真正是足怕算的。没想到黄心怡他们跟金楚周董的儿子这么交好，看来我得找出其他方法靠近金楚的儿子。方安乐目睭毋是要动手术，你就是搞破坏，让伊手术无法度成功，伊就无办法阁插手去管遐土地的代志啊。咱就趁这个机会，甲土地摕落来。阮找我什么代志？我什么都无时间应付你。刚刚张家玲昏迷不醒，你嘛不要无紧，伊心脏无好。最毋是我送你的球鞋，你现在是要创啥？我叫雅纯小妈呢，我不想要阁继续安尼落去啦。所以去甲你塞人一个，讲我是为难伊的歹查某，你就要跟我分手？我真正是用心良苦啦。你都来好客气我啊！你放心，我背后联络人伤害你。你哪知影我伫遮？你搞混账！我有熟识一个细节，即摆伫迄只等你手术目睭，我是过来关心者。你若是要伫迄只关心，是不是会当把我当作是亲人啊？我无希望阮翁对咱两个人有啥物误会甲怀疑。小林，你人咧？我伫咧另外一卡小号内底。这后边一定有声音呢。刚刚有声音问题啊？林东的房子在景下太祖牙公哦，也当然不会听这个。